请童宇告诉我为什么会要选延安呢？第一是因为头铁选了大奔哥，然后被大奔哥批掉，然后第二轮跟延安打，自己应该维持自己铁头娃的这一贯作风，所以我说要挑就挑硬的打，就是如果没有延安的话，我这一轮都不会尝试唱跳。后面的选手都说跟延安拼唱跳，你疯了吗你？我说的。但是我觉得跟他比，我才有了进步，要不我这辈子都不会尝试唱跳。